光临选几位？两位。两位来这边请哦。那等一下要点餐的时候再叫我就好。沙拉吧。可是这样就够了吗？没本钱，还是继续吃草就好了。健康比较重要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点餐喽。能问全家些什么吗？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没有特别喜好的话，我们的特餐很划算哦。哦，好啊，那他一个沙拉，然后我一个特餐，再加一份甜点。我们特餐的分量已经很大，请付甜点喽。因为我今天比较饿。好，没问题。跟你说刚那个课老师好烦哦，他把期中考分了三次，还是觉得这样很好玩的。对啊，不知道要减肥到什么时候哎。哎呀，我觉得运动比较重要，而且我觉得你身材很好啊，就刚刚好。哪会啊，又不像你都吃不胖。不然下次我们来跳那个最甜红的韵律操。好啊。刚刚那个男生你认识吗？他好像常在学校出现哎。应该常修我们系上的课，院上的课。迎香穴，消除水肿，车闸穴，紧实脸部线条。粉底液，湿底乳，睫毛膏。少瑜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咖啡厅遇到那个男生吗？我记得啊。我想试试看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对啊。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想清楚的话，那我就陪你做啊。少瑜，谢谢你，这种话还是只能跟你说。当然，秘密只能跟我说。那我再想想看好了。眼线真的好难画哦，怎么画都画不好。我看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哪有啊？如果长跟你一样，我就不用化妆了。哎呀，如果你长得跟我一样，你就会发现我不化妆也很恐怖啊。好了，画完我去后面挑衣服哦。我想穿那件长裙还有衬衫，我新买的还没穿过耶。那我可以穿这件吗？你确定？我上次穿还被笑说像土著哎。哎呦，你不要理那些人啦，他们都乱讲，反正你喜欢就好啦。啊，什么啦？你看那家店好漂亮啊。会不会不太适合啊？哎呀，不会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我们这边新款刚到哦。然后这边是我们最新来的配件，然后两件都有做八折优惠，很划算哦，你穿都可以参考看看。雅柔，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这是我们这
一季最新款限定款的哦、嗯。那小姐，你们今天是哪一位要挑衣服呢？哦，我们先一起看看。哦，好。哦，我跟你说，上一次我们家阿静一系列的衣服啊、嗯，跟你就是现在身上这个风格很接近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格就非常适合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件超适合高高瘦瘦的你，你看这珍珠，嗯，超可爱的，你看，你试试看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哦，还不错啊。哦，这个啦，就是这个。刚我跟你说的这个风格，就跟你现在这个有点像、嗯，然后穿一个百搭黑色的长裤就很好看。好啊，那我可以先去试试看。哦，好啊，那这边请，这边。刚刚没意思。哦，这边是我们上一次新进的那个百搭的素 T 啊。啊，你要不要考虑带个几件呢？哦。天啊，这反正你穿也太好看了吧！喜欢的话可以帮你折扣一下哦。你穿那么适合，就像帮我们家打广告一样。好啊，那我要这件，然后还有刚刚那件。好。哎，雅蓉，那你呢？嗯，我好像还好哎。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要一起买一件厉害的吗？好吧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名片，欢迎有空常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那小心哦。条件没有你那么好哎，他会不会根本就……哎呀，不会啦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呢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先去他打工店打工看看啊。反正你本来不是就想要打工，这样一举两得。可是我会不会就没有好到他会喜欢我？好，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知道你是我的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是我的小美女耶，小美女会发光的小美女。有志。欢迎光临两位吗？嗨，我们跟老板约了要面试工读生。老板真的才回来，请稍等哦。哦，好啊。哦，他是雅蓉。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要面试。哦，你们要一起哦。哎，你看起来很面熟哎，你是不是常常在北东上课？哦，对啊，我们是同系的，很巧吧？谁不知道你是系花呢？你不要太会讲话哦。好了好了。哎，老板回来了。雅蓉，你要不要跟老板打招呼？哦，我还是。雅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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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不面试吗？这工作你比较适合吧？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反正像你这种人，永远都不会懂。Yeah.
好烦哦，条件不好，妆怎么画还是不好看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